几天都哦，没有，这几个月我都在那个都在录音室度过啦，每天就是一直看那个波形，然后剪接这样子哦。昨天也是剪到一点多，哎呀啊，应该是开心的，但是叹了一个甜蜜的叹息哦。嗯，我现在唱歌哈，今天就是因为久没有跟大家见面，有出来跟大家聊聊天，然后顺便没有顺便，主要是因为专辑其实已经录完了，然后还有TICC 就是来帮大家签票哈，就如果你没有买票可以来签一下。好，那我们要边唱边讲哈，很多话想讲这样，今天主要还是讲话为主哈。好。像春天的风吹了就没有力气，有一种特别的声音，就像夏天的歌听了还想再听。你现在吃饭没？昨天又很晚睡？今天几点出门？上班会不会累？我们很常聊天，只有我们聊这些，牵牵手逛逛街，看电影吃宵夜，这些老套的行为永远不会变，这就是生活，其实也不错，你说。花俏一下都扯了，哎呦，刚刚在饭店念很久说。有一种特别的味道，就像秋天的柿子很甜，但是不会腻。中特别的懒惰，就像冬天的床躺下去就不想再起来。你现在吃饭没？昨天又很晚睡？今天几点出门？上班会不会累？我们很常聊天，只有我们聊这些，牵牵手逛逛街，看电影吃宵夜，这些老套的行为永远不会变，这就是生活。嘟嘟，你现在吃饭没？昨天又很晚睡？今天几点出门？上班会不会累？我们很常聊天，只有我们聊这些，牵牵手逛逛街，看电影吃宵夜，这些老套的行为永远不会变，在一起很久其实也不错，我说。
好的，谢谢。